哦，第一次看人家做这个哎，你们是用麦芽糖下去做的？麦芽糖啊，哎，600多，快七百了。固定班底6700、7800、8900，光电次数。看一下这个 QR code。来看一下这家真的好吃，哎，有名片啊，这边有名片啊，可以看啊。像老板娘多送我一盒，老板多送一盒。啊？嗨，是啊，名片真的好吃，记得来这边。地址在这里，自己看。对，我看到吗？700多人呢。目前700多人。哇，好多人在看哦！给我，丽莎姐买6盒嘛，好，啊，多送一盒啦。看一下，真的好吃。现做的，哦，麦芽糖也是自己去熬的哈。对。哇，好厉害。所以我们没办法避免。老板好做。就这样子做呢，很厉害。哦，哎呦，住大溪的乡民他说这家好吃哎，他都来这边买哎，本地人都说来这边买。在地人知道。在地人知道这家哎，好厉害哦。垃圾给老板娘，垃圾老板娘。如果五送一，应该很多人都买，真的。这家真的好吃哦，丽莎姐一次买6盒，丽莎姐一次买6盒啊？对啊。哦，丽莎姐一次买6盒，好厉害，好。丽莎姐买6盒，啊，老板多送我1盒。对，谢谢老板。都敏俊、郑家生，真的，啊，很厉害，做这个要功夫。爱干乌哎，可我吃起来怎么有点像龙须糖那个细细的，很好吃，很像啊，好像哎，龙须糖，那个麦芽糖，嗯，昨天刚好有看影片，在那个辣个老牙，老板，张俊逸。哇，800多人在看哎，哦，800多人看的你们好厉害啊！哎，余欢菜你好，很厉害啊！你们才有那个魅力的，那不是看，我是看老板请的，那个真的，老板请的李强。吸引了。哎，我们真的刚才开车经过，有看到这家，我还问丽莎姐，对我说，哎，我说丽莎姐这家店好特别哦，果然是在地的。哎，陈兴荣，你们认识吗？他说是你们朋友。哎，陈兴荣，他说朋友家人开的。对，嗯。哎，小仙妹搭上了34颗星星。谢谢小仙妹搭上了34颗星星。小仙妹要来吃吗？来，以后来这边哦，来这边可以买这家的好吃。大溪其实很近啊。嗨，洪玉珍，看谁？哇。哎，花生糖那么大颗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要吃呢，卡住我呢。对啊，那个你的手脚也是很厉害。哎，郑婉萱赏了99颗星星，婉萱赏的99颗，九颗星星。对，这个堪破千了。堪庄路，哎，堪庄路39号。